宋轶一直都很会穿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看到宋轶的造型就知道不简单。值得一提的是胸部的设计非常有特色，这件裙子不是一般女明星可以驾驭的，游走于少女与性感之间。宋轶把尺度掌握得很好，穿搭上体现了性感，整体上却体现了少女，果然是个很会驾驭的人。服装的质地带着炫光的色彩，看着很难驾驭，但宋轶穿起来就不会觉得。抹胸的款式把性感展示到了极致，看到装饰的搭配才知道花耳夹才是重点，耳朵上别上一两个花朵的装饰品，让宋轶美到不自知，偶尔的一点小搭配可以点亮一身造型，属于巧妙的搭配小心机。宋轶利用耳夹的造型诠释了美好的少女时代，成为了全套服装最重要的看点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